即将迎接圣诞节，日前花莲县海兴国小弦乐团学生以及天使恩典三立方幼儿园前往花莲县政府报佳音，除了演奏经典圣诞歌曲《平安夜》以及圣诞铃声，幼儿园也带来应景服装和舞蹈，为县府增添浓厚的圣诞节气氛。尽管寒流来袭，气温骤降，花莲县海兴国小弦乐团学生日前在校长和老师带领下，于县府大礼堂外演奏经典圣诞歌曲《平安夜》及圣诞铃声，提前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报佳音。首先感谢我们海兴小学，每一年都到县政府来报佳音、传福音，给花莲在这个严肃的工作场合上面让我们更加的轻松，感觉到圣诞节要来了，幸福喜乐的季节，感恩来了，对不对？感谢我们孩子们，谢谢你们这么精湛的演出那是不是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海兴的孩子，谢谢。除了海兴国小弦乐团，天使恩典三立方幼儿园也联合前来县府报佳音，带来应景的圣诞装扮和舞蹈，为县府增添浓厚的圣诞节气氛。随后也发送圣诞造型糖果给师生，为冷冷的天气带来暖心的祝福。记者蒋邦彦、黄律师报道。